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P Channel， 我是观众老皮耶呀。Yeah, 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是我们的 NCC 啊，老皮刚才打蚊子啦，所以说花点时间开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继续我们这个 MCC 的 MC 吧。好 ，MC， 那空岛生存，认真讲一件事情啊，老皮其实有拍一个空岛生存的这个怎么讲，算私底下录制的部分。哦，不过因为一些缘故，我拍完了，但是还没把它给剪接完，哦，还没把它剪接完，所以就是，哎，我尽力了，好吗？啊，我尽力了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先进入游戏吧。好，现在来卡卡卡，然后先把那个光影拿掉，因为有人跟我讲说装了光影之后画面会有点模糊啦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先把光影拿到看看。那如果它不会模糊的话，啊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吧。那如果还是会模糊，那就先这样子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就先这样子吧，不然怎么样啊？不然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没办法怎么样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老皮，这边让人看到，真是糟糕。因为我原本是想说，是今天就可以PO出来了啦。不过其实我房子也没盖完，所以说就只是先弄个大概。哦，就有些规划，还有一些就是影片的内容在里面。不过应该是爬PO上来啦，虽然说你们今天来了，可以已经先看到了啊，先看到了。然后老皮做了一台这个机器哦，还有弄的这个什么自动伐木机哦，让它无限生产泥土。得到之后影片中也会介绍说，到底怎么变出来的啊？到底怎么变出来的？是怎么样变的？从创造模式变的呢，还是自己这个苦心栽培变出来的啊？其实是我自己苦心弄的啦，因为。老皮这边弄个机器的时候，我大概花了六个小时吧，挂网六个小时，然后一边帮他灌什么颜料啦，不是颜料，那个什么讲蓝料啦，蓝料变原料，蓝料啦，然后又一堆有的没的东西哦，花很多时间去收集哦，真的是搞死我了啊，搞死我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有人说，去阿神家好玩吗？就还 OK 啊，然后我有看到阿神的妹妹跟他妈妈。神妈就是怎么讲，很年轻啊，然后神妹呢就是正妹这样的啊，神妹就是正妹，啊，就大概这样吧。好，其实你要跟我讲说有什么心得嘛，我也讲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啊，对，突然又讲心得，对不对？又不在考试啊，我就说同学啊这个老皮啊，这个我们去完阿神家啊，校外教学之后呢啊，记得啊回学校的时候教了3000字心得啊，给这各位观众啊上台报告。是不是开玩笑？你这是哪一招，对不对？没有这种术，那个什么套术的啊，没有这种套术的。突然要我讲心得，我也讲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把东西先放一放吧。然后今天要干嘛呢？好，今天就是继续破我们的主线啦，我们接下来主线任务，那我们继续破，把我们主线破一破，好吧？继续破主线。那建筑的部分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会在影片里面会拍一些关于建筑规划的部分，因为。那部影片的话是，跟整个空岛规划有关系，因为我之前发现啊，其实我，老皮的空岛呢，好像就比较少规划内容，就是想到什么盖什么，想到什么盖什么啊，简称什么，这叫比尔盖兹，什么叫比尔盖兹呢？就是 beer 就是盖啦啊，就是比尔盖，没有好冷啊，啊就是想到什么盖什么，所以说就是说要有些规划。可能盖个农场啊，盖个什么伐木中心啊，或盖个搜狗百货啦，或者是盖个那个台帽啦，还是说什么青浦棒球场之类的啊，反正能盖什么我就盖什么哈。你要盖个罗马竞技场，我也没问题啊，罗马竞技场没问题。然后有人说怎样，调虚空之后感想怎么样？就感想就这样啊，不然怎么样？就是 get 塞米啊，我就是这个，因为掉到虚空里面哈，让我连续 get 塞米大概有三个星期之久啊。其实明明才上个礼拜的事情，哪有三个星期之久？就还好啦，反正就掉就掉啦。那个装备其实到再升回来就好了啦。重点是工具比较麻烦，因为老皮那工具喷掉了，他工具是送的工具啊，所以老皮就是你看这个工具啊，非常非常的 old school， 我们回到了石器时代啊。这个我是拿那个骨头哦做个骨制工具，骨敲啊，骨敲跟这个骨斧啊，骨斧。那如果骨头跳的舞叫什么？那鼓舞是不是啊？开玩笑，他这边干嘛？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你在里面干嘛？你是有病还是你是有自闭症啊？躲这地方莫名其妙。好啦，先去喂下鸡好了，那鸡很多啊。我这鸡已经超过8只了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刚好8只啊，鸡八啊，鸡八。好。
那我们先把这八只鸡喂一喂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来哦，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，鸡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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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就变成鸡饲料了啊，鸡饲料，有吗？可是感觉好像啊、这两个中为什么不配对啊？哎、欸，你搞鸡啊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交配啦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这边处心积虑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处心积虑帮你们在那边搞联谊，对不对？让你们抽钥匙，不是不抽钥匙，抽这个什么？抽小麦，对不对？你们也不抽一下哦，这浪费我时间，这怎么行呢？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先把这个面包先弄一弄吧。我现在食物很多，这鸡哦，不是音乐大声，好啊，我调戏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您吩咐的算啊，您吩咐就您吩咐的事啊，您只要说啊，我就照做啊，声控啊，各种声控 ，OK 啦，这也不是声控啦，就是有问题就讲嘛，老朋友会去反映处理一下，对不对？处理几嘞？好啦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来做一些事情哦。深怪塔那边的话，其实老皮上次有花很多时间去打那个骨粉，做很多骨头。因为如果我们要种那个种树的话，树里面有个肥料啊，那肥料的话需要不少的这个骨粉啊，骨粉来去做。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肥料了吧？哎，还有十二工业肥料啊。你看、啊、它肥料需要这个小麦啊，四个小麦，两个骨粉，然后两条线跟一个木棍，我就可以做十六工业肥料，所以其实还蛮好做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解主线吧。我刚才讲到解主线，我们来先来看一下，颜色不够黄哦，更黄一些。音乐很小声，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一下有人叫我往东。一下有人叫我往西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我记得啊，我身边有个朋友啊，哦，他当年啊，因为你也知道嘛，那个乡下地方，当年啊，他们都是说，哎、欸，要么就是当警察哦，要不然就当老师，要不然就当公务人员哦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认为，他们觉得说啊，就做那种做工啊，什么都不好、啊，其实。乡下的很多真的观念都是这样子、啊，然后后来就是那时候他要填志愿的时候啊，就一堆人跑出来阻挠他说，哎、欸、不行哦，哎、欸、不行哦，你要填什么志愿？哎、欸、怎么怎么哎什么电机系、欸、不行哦，哦要填什么文类的啦，外语系哎、欸、不行哦，是不是？就是会跑出来洗脑，各种那种平时根本就没见过面的亲戚哦，就这时候就突然一个冒出头来说，哎不好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那个大金伯哎一好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就是他读那个设计系有没有？现在就怎样？现在就只能被他设计啦，哦，老板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哦，跟他被狗这样使唤一样啊，哦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啦。可是其实我是觉得啊，其实也没有到这么夸张啦，那东西就是自己试过才知道 才知道有没有那回事嘛，哦，就是各种亲戚就跑出来了啊，就各种指挥啊，下指导棋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怎样？你以为在演麒麟王吗？啊，左为左为啊，指导棋，对不对？没有嘛，乱七八糟。好了，那这东西上次老朋友示范过嘛，就是他会自己敲。那我现在发现一个，就是一个自动回收敲敲机哦，真的很好用哦，自动回收敲敲机，然后就是敲完之后，他会放到这边来。我现在示范给你看，反正我现在就是反正都已经在跑了嘛，我就边挂网边让他收集那些材料，这样放丢到里面去，好啊，他就会自己敲，不过他会消耗这里面的锤子啊，所以你要一直做新锤子去补。哦，这边我现在锤子可能不太够，我们大家再去做几把好了。有人说试过才知道好用哦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关掉之后很难看。可是你们不是说会糊吗？对不对？一下子说会糊，一下子说很难看哦，真的是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关系啦，那既然你们说很难看的话，那老皮下一次把它开回来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反正都有人反应了嘛，就说哎、欸，有光影你比较习惯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光影啦 ，OK 啦。只是现在要换的话已经来不及，因为老皮已经把光影拔掉了，所以要安装的话还要花点时间去安装哈。OK 啦，反正你们的呼应啊，老皮都听见了啊，是不是？向谁问证啊？向各位这个 OP Channel 观众问证，是不是？对嘛？哦，这不能嘴巴说说的啊，说要问证啊，到实际作为哪里啊？作为哪里？越来越懒人了，干嘛这样？哎、欸，懒人也很好啊。懒人不好吗？哦，现在这个已经难怪他不砍，难怪他不砍树了。那你也已经没有电了，哎、欸，污泥桶。
装一个污泥，污泥可以退，污泥可以把它倒掉吗？我不想要这污泥哎、欸，我会把污泥倒掉吗？污泥又不能拿来做污泥纸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原来，哦，原来污泥会啊啊，哈哈，原来污泥会让它高潮，这我现在才知道，难怪我三天两头都看到一些那种怎么讲，一脸看起来就吸毒的，有没有？就趴在那个水沟旁边，有没有？在那边吸那个，在那边喝那个水沟水，哦，吸那吃那个污泥，哦，就是这样啊，哦。所以各位观众，哦，不要一时好奇跑去喝污泥。你看看，你一小时候喝污泥，长大就变污泥，是不是？变臭臭泥啊，哦，完全就是只能变臭臭泥。臭臭泥就变就也不能进化啦，对不对？后面也没它的戏份了嘛。所以想要当一个没有戏份的人吗？哦，千万不要这么做，好不好？有点志气一点啊，有点志气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先装一些水，帮他补一补好了，不然现在都没有蒸汽了啊，已经没有蒸汽了，一点都不蒸汽啊。有人说臭臭泥啊，对啊，臭臭泥有要进化吗？没有吧？我记得臭臭泥就走到这种程度而已吧，好像只有一阶还两阶，两阶啦，好像两个进化而已，它只有两个进化。这样，有人说什么吃饼加一，公子吃饼啊？嘿嘿嘿。锁链讲究熔炉吗？有用吗？还是说哦，你说打铁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今天其实就是要做那个打铁的工作啊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进行打铁的作业啊，打铁作业。那我的攻略书啊，我们的任务书拿出来翻一下。哎，很久没翻了啊，因为很久没解任务了啊，这个应该7749天啊，有7749天的这个历史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解的任务应该是这个没错吧？应该这个没错啦。然后这个砖块的话，我没有记错。哦，我没有记错，这砖块好像是要拿这个面粉去，不是那个粘土啊，什么面粉，乱七八糟。哦，拿那个粘土去做。哦，粘土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是沙子吧，沙子还是灰尘丢到那个水的那个桶子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啊，下去来试试看。废话不多说了啊，我这个人最讨厌讲废话啊，虽然说你看我台本身就是个废话啊，大家一起来废一下。是沙子吗？我先试试看好了。我爸是不是沙子，欸？哎，欸，果然不是沙子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聪明嘛？对不对？我要抢到他，抢到面前放。哎，有哎，欸，你看看神迹，哇，神乎其技耶，欸！我最喜欢插队了啊！插队就是我的专长哦。现在就来啊，这边就有那个粘土块啊。然后我们就先制造一些粘土块出来吧。又是你哇哇，这个位置真好啊，谁放的啊？开玩笑哇！放这个地方的简直是天资聪颖啊，完全完全就是一个陷阱大师哦！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崇拜他，啊，这个我就遇到他，我要叫他一声哇，干爹！跪下来马上干他，干爹！哇，开玩笑，放这种地方真的非等闲之辈，好不好？老皮第一次遭遇这么厉害的对手，真是让我太 shock 了啊！吓！好，我看一下，先把它拿去放啊！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沙子。你们说又是污泥水，是我啊，哦？原来是我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啊，哦，难怪我想说哪个人那么英俊潇洒，啊，放那个地方，真是太棒了啊！果然啊，这就是我自己嘛啊！嗯，啊，心有灵犀点通，啊，自己放的自己踩啊，自己弄的污泥自己吃啦啊！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粘土不太够哎，欸。我忘记粘土要几个了，好像是几个粘土啊，砾石跟粘土吧，去做合成啊，哦，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啊，买空空那样啊，嗯，有吗？黑色的，啊，这个黑色 black 啊 ，black， 所以你要念黑色的砖块啊，黑色方块，你要怎么念啊？就 black。哎，你布拉布拉，他说是什么？然后对方就呛着说：“你一叠空撒毁啊！”布拉布拉是香槟蛙哥啊，听阿伯 ，block block 是这样念吗？只是真的好饶舌哦，我觉得这可以做一首饶舌歌曲啊。这个如果说我反应够快，我可以做一首饶舌歌曲，就是关于这个麦块黑色方块的故事啊。歌名就叫黑色方块。老皮客家人哦，对啊，我是客家人啊。我是客人啊啊，我是人啊啊，你不是人啊，不没有不是啦。好啦，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这个方块，这方块需要四个黑砖哦，四个黑砖，然后黑砖呢需要这个 GROU7 啊，这个什么东西，应该是算是一种那个什么
混合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我又忘记名称了啦哈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粘土，一个沙子。